是一个斜纹布的，有点略正式，又不是太正式，又有点带休闲的外套，所以呢，它的魔力很强大。第一个呢，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在里面，你是白领阶级，或是上班族，或是服务业需要穿衬衫，你搭这个外套绝对好看。颜色就只有一个，因为我要让大家搭好搭牛仔裤、皮裤、短裤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卖场的穿搭哦。然后再来呢，它是怎么样？如果你今天要开开的话，你可以像妞妞这样绑住住，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后面可以缩腰？你看你自己想要缩到什么程度，你想要整个揪起来，你就再多拉一点。不想要的话，我通常就是很顺摆的，稍微缩一点点，然后穿好。而且它的领边做得非常的漂亮，它的肤色跟你的衣服整个搭配起来会超级赞的。后面呢也盖住大家最困扰的屁股肉。好，所以呢版型强度我个人都非常大推。再来它还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扣起来，当然可以，这边可以缩成小裙子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自己缩，看你自己想要缩到什么样子。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利落，所以我就把它打开平一点点，自己缩。好，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小配布呢？这边有做一个扣子给大家，如果你缩腰的话，它就变这样子，很可爱的一个。很可爱的一个小裙裙的，然后完全又颠覆刚刚的感觉。如果今天踩高跟鞋，它会非常的好看哦，非常非常好看，利落。平底鞋也 OK， 只是风格会比较不一样。后面有没有看到它的小腰身就出来了？非常非常的赞，重点是真的优质便宜。然后这种小西装外套啊，通常都会做很硬，然后呢感觉太正式或是垫肩，大家不敢穿。那妞妞想要做一个实穿款，所以让大家可以比较休闲，又可以比较 OL， 两者都可以兼顾。绑两个小蝴蝶结在旁边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开襟式的罩衫。